精通微，言之有序。欢迎来到本期的西言阁，大家好，我是西言。电视剧《归去来》正在热播中，剧中除了罗晋、唐嫣等几位青年演员之外，还有史可、张西林等老戏骨的参演。该剧以妙莹和宁明的校园故事开场，宁明成为妙莹最忠实的追求者，但是疏于两人家庭差距的原因，两人没能走到一起。妙莹去美国后不久，男朋友舒澈就提出了结婚，但是两人结婚的打算却遭到了双方父亲的反对，最终两人以分手告终。我们知道萧青的父亲叫何燕，母亲叫萧云，萧青父亲是检察官，并且职位不低，他从工作之初一直廉洁奉公，秉公办事，这就会得罪不少人。萧青随母姓也很难让人想到他们是父女关系，而且结合后面的剧情，萧青母亲出车祸那件事也并非自己的原因，而是人为的。舒澈父亲和缪英该父亲官商勾结被人举报，萧青由于和舒澈在一起，也掌握了舒澈父亲和缪父亲的犯罪证据，因此他们把魔爪伸向了远在美国的萧青。舒澈父亲便让安排缪英父亲解决这件事。缪英父亲是一个奸商，凡是对他不利的人，他能做的就是灭口。缪英父亲找来了杀手，在萧青找舒澈的路上对萧青实施了迫害，一刀捅进了萧青的腹部，随后萧青被送往了医院，但因失血过多生命垂危。他们的结局最终会如何发展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